哈喽，Hello, 我是 Bingo，欢迎收听 Bingo 新闻乱报 B N N。每个单字用新闻当故事背景，让你听着听着，单字量就咻咻增加。Let's get started。第一个要学的单字是 sham，骗局。Sham，你还记得吗？去年北韩发射了一颗间谍卫星，它的残骸掉到日本附近的海域，一度让大家担心，说是北韩在射飞弹吗？Well，这场闹剧，北韩说还要再更多，要多射几颗卫星上去。 目的是为了监督美国及南韩的军事行动，他们才能够保护自己。哎呀，没想到北韩人这么幽默呀！整天威胁要射核弹的人，说的自己好委屈哦。话说回来，北韩射上去的卫星技术如何？真的有用吗？The satellite launched by North Korea could be a sham, as they haven't shared any c a p t u r e images yet. Sham 是骗局。 Something that is not what it seems to be and is intended to deceive people，也就是说，北韩发射的卫星可能只是吓唬人的骗局，没什么用。因为你想想啊、哦，北韩声称它可以拍到美国白宫、五角大厦、南韩首都首尔等区域，但是一张卫星影像都没敢公布啊，是真的有拍到影像吗？好、哦，所以我们的例句再念一次。 The satellite launched by North Korea could be a sham, as they haven't shared any captured images yet. 针对这点，荷兰卫星专家朗布鲁克斯说：“这颗卫星确定是还活着，但是活着跟可以好好拍照是两件事。哎，like所有的直男老公，他们都好好的活着，可是他们拍的照都不能看。在新闻中，你学到了 sham，骗局，sham。第二个要学的单字是 heat wave。 热浪 （heat wave），西非的马利这个国家高温创纪录。自今年三月以来，哦，很多破四十八度的高温，晚上最热居然也可以到四十六度，所以已经有上百人死于这个热浪。科学家认为，说是人类造成的全球暖化害的。Scientists believe that the severe heat wave is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this severe heat wave is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Heat wave, heat 是热的名词。比如说，你摸到一杯热水，感受到它的热能，这就是 heat 哦。如果你不喜欢物理课，跟我一样觉得物理是梦靥的话，那里就是会听到 heat 的地方。A wave 是浪，比如说海浪、音浪、<laughs> 音浪在讲。好，就这些浪呢，都是 wave。所以 heat wave。 热浪，热浪已经让玛丽非常的凄惨，但更惨的是，玛丽还常常在停电。一年前，这个问题就浮现了。玛丽的国家电力公司累积了数亿美元的债，所以玛丽人在热浪之下还不能吹冷气，不能吹电风扇，或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开了，只能够靠买冰块来保存食物或是凉一下，所以冰块的价格也因此飙涨。 哇，这是多么荒谬、多么辛苦的生活！反观台湾，电力稳定，稍稍有合理的电价调整，蓝白就那边哭天抢地、敲杯敲布，这是忙着在国会让台湾空转哎。好，从这个新闻中你学到的是 heat wave 热浪 heat wave。第三个要学的单字是 reconstruct 重建 reconstruct。我们刚在西非现在飞到东非 东非是全球最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地区之一。其实我觉得整个非洲都蛮 vulnerable，就是容易被气候影响哦。那东非这边的状况是有连州好几州的大暴雨疯狂的下，肯雅有约一半的国土泡在水里，死伤惨重。而索玛利亚呢，有超过一百万人流离失所，数以百计的人死亡。其他东非国家像是坦桑尼亚、普隆地也都非常的惨。 像这样的极端天气 （extreme weather） 很可能是因为今年有气候变迁恶化加上圣婴现象，这非常可怕。更可怕的是呢，这东非五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根本就少之又少，在全球的温室气体比例里，应该就是占不到几趴这样子，却承受这么严重的后果。哇、哦，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有一个想法。 I believe that China should contribute funds to reconstruct countries in Eastern Africa, given its status as one of the biggest contributors to greenhouse gases. 我認為中國應該向東非國家提供重建用的資金,因為中國是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啊,哈,講得客氣了,應該就是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reconstruct 重建 re 这个字首代表的是再一次重复，比如说 replay 重播，construct 建设，reconstruct 就是重建。我真的觉得中国应该要去国际上支援这些受到气候影响的国家，更何况肯雅是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呀。哈，说帮他们建设数十亿美元的铁路，要帮他们赚钱啊。但中国的投资果然是怎样两套杀？ 肯亚只是欠下了庞大的债务，陷入了财政困局。那个货运铁路线，什么巨大的经济效益？Sorry, no profit at all。所以，中国如果真正想要获得世界的尊重的话呢，就不要只是投资，或者是让世界欠他很多钱。他应该道怎样？I believe that China should contribute funds to reconstruct countries in Eastern Africa, given the status as one of the biggest contributors to greenhouse gases. 我认为中国应该向东非国家提供重建用的资金，因为他们排的温室气体最多嘛。从这个新闻中，我们学到的是 reconstruct 重建，reconstruct。简单背一下今天学到的三个单字：sham 骗局，sham；heat wave 热浪，heat wave；reconstruct 重建，reconstruct。 你想要持续提升单字量吗？你每天收听听 Bingo 学英文，每天学三个单字，字汇量自然会持续增加。You can do this！谢谢收听，我们很快更新下一集。